受戒谨服正仪式，恭请无上尊贵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传授出家戒，请发心受出家戒弟子来到戒坛前。受出家戒戒子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只一拜一起受。嗡啊吽，跪地礼拜。平等一起受。受出家戒戒子长跪合掌，恭请圣尊法语开示及赐授出家戒。生活中戒牒，只有谢满年等，现年69岁，国籍香港，皈依生活中莲生活佛，法名莲严，发心于公元2015年12月13日，在莲轰堂生活中莲生活佛指引之下，得受出家戒。我们奉请揭摩阿舍利、释迦牟尼佛、得戒阿舍利、弥勒菩萨、教授阿舍利、宏观圣眼金刚上师、莲生活佛为尊贵的证明。那么在座的所有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及各位同门为亲自的证明，也就是在12月13日，在白莲花王法会的时刻，你们在戒坛受出家戒。现在问你们三位，你们是不是自愿进行受，遵守出家戒律而不犯？三个人的声音也可以再响亮一点。再问一遍，你们是不是自愿进行受，遵守出家戒律而不犯？这样还算可以。这个一问，一问一答，便是得戒。我们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
老师代表敬献哈达及供养。受戒仪式圆满吉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新出家的法师们。恭请无上尊贵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传授在家菩萨戒，请发心所在家菩萨戒弟子到戒坛前。所在家菩萨戒戒指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只一拜一举手。嗡啊吽，顶礼跪拜。平等一举手，请受戒弟子长跪合掌。恭请圣尊法语开示及赐授在家菩萨戒。众佛中受在家菩萨戒证书，只有周正生等现年31岁，系中国人，皈依正佛宗莲生活佛，法名莲花正身，发心于2015年12月13日，在正佛宗创办人莲生活佛卢胜彦指引之下，得受在家菩萨戒。我们仍然奉请揭摩阿舍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得戒阿舍利弥勒菩萨，教授阿舍利宏观圣眼金刚上师莲生活佛为尊正。在座的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各位同门，为亲自的证明。那么现在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自愿进行受遵守在家菩萨戒律而不犯？
一问一答便是得戒。其实在家菩萨戒容易受，但是非常的难受。佛法里面有所谓的三坛大戒，一个戒呢就是沙弥戒，一个戒呢就是出家戒，最大的戒是菩萨戒，合称为三坛大戒。受菩萨戒的人呢、必须以无我心来做众生的善事，为了他人，为了众生，就是菩萨；为自己利益自己而没有利益众生的，就是恶业。所以在家受菩萨戒的戒弟子必须要非常的清楚，要舍己为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他人，就是这基本上的，自己不愿意受的不要给予他人。所谓菩萨，自利利他是为菩萨，自己不利而他人有利的也要尽心尽力去做，这个才叫菩萨。所以你们受了在家菩萨戒要记住，舍己为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他人。现在呢，用光明的镜子照诸位，让你自己的看看你自己的心，在戒坛之前呢，绝无虚言。你今天受了在家菩萨戒，你等于要服务众生，不是为自己，而为他人想。我们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戒戒指代表敬献哈拿及供养。戒弟子起立顶礼，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。嗡啊吽，跪地礼拜。平等一稽首，受戒仪式圆满吉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。今天受菩萨戒戒指人数非常多，我们也祝福他们能够发挥菩萨精神，上求佛果，下化众生。恭请无上尊贵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人扶正，请新人到坛城前。上师及坛城三宝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只一拜一起手。嗡啊吽，跪拜顶礼。平等一起手，请新人长跪合掌。恭请圣尊莲生活佛法语开示及作扶正仪式。现在做这个扶正的仪式，我常常讲，这个出家的人只有三两个，出家的人非常的多。
这个由此可见，每一次做这个新人的扶正，心有戚戚之感，新人特别的多，旧人特别的少，出家的了若成心啊，这个结婚的满天都是星星，我们闲话修术还是给大家做这最尊贵的这个扶正的仪式。其实扶正在戒坛之前也是一样，没有虚言，我们仍然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最尊贵的证明，所有在座的都是亲自的证明。那么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偕老，那家庭幸福，相处愉快，百子千孙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一样的问你们，先问男生，先问男生，你们男生啊，爱你们身边的女生吗？雄壮威武，雄壮威武，就像阿里山的少年啊，雄壮威武，阿里山的少年健壮如山。现在问女生，你爱你身边的男生吗？这是阿里山的少女，美如水啊，美如水。这个男生啊，像山一样的雄壮，女生像水一样的温柔。戒坛之前绝无虚言，讲爱就是爱，而且从今而后你一定是相挺到底啊，相挺到底。若有不能啊，欢迎你们夫妻呢一起出家。如果有小孩怎么办呢？那么就变成小沙弥，小沙弥。现在这里恭喜诸位同心同德，白头偕老，平安健康。我们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恭请圣尊加持净水。交换礼物。
新人讲几句话，因为这也是非常难得，有那么多的对着这个新人。那么刚刚看到两位代表出来，一个好像是少年，一个好像是少女，但是看了这个觉得稍微有点奇怪，这问我是不好意思问，但是我是这样子讲，有一个一对结婚的夫妻，妻子问先生，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你仍然会像从前还没有结婚以前约会的时候啊，这个小鹿乱撞吗？这位先生也很幽默地回答，小鹿早就撞死了。啊，还有第二个，男女朋友的时候，这个他们互相开车出游，男的跟女的约束，只要看到红灯，那就是闻一下，啊，开车遇到红灯就闻一下。那个女的呢就同意了，以后他们每一次坐车出游看到红灯啊，这个男的就停下来亲一下旁边的这个女的。后来他们结婚了，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扶正了结婚了，过一段日子，这个太太问先生，你现在还记得我们遇到红灯就要闻一下吗？这个先生就回答，我现在全部都是开高速公路了。那师尊的意思是希望你们都永远像现在一样，这个爱啊是永远不变质的，通通都不变的，就算年纪很大了还是要遵守当初的时候的诺言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新人顶礼，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，嗡啊吽，跪地礼拜。平等一起手，扶正仪式圆满吉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。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慈悲赐受出家戒、在家菩萨戒及扶正仪式。